球回传，哇，危险了！一败一败一败。啊，可以看一下，要不要挑战的要由峰哥来做决定。反向的攻击，那当然第一时间呢，董子恩就起跑了，也获得了受益，要冲本垒，传得准哦。嗯。刚这个镜头就蛮清楚了、哦。嗯。好，这是本垒的攻防。董子恩呢是第二出局呢在本垒。